你是谁啊？我在这儿上班。我也在这儿上班的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那可能是我误会了，你忙你的吧。大半夜跳啊跳着。 站住！回来！你刚说什么？我刚才说，你跳了采蘑菇小姑娘，跳的真挺烂的。怎么着？你会啊？我当然会了。以前我当护士，在医院里就教过小朋友跳舞。不信，我跳给你看啊。那你来啊。 蘑菇地小姑娘，背起个大竹筐，卷成个卷，小呀，走遍森林和山岗，赛罗罗，赛罗罗。你说也真是啊，跳舞的事儿，真是女孩比男孩强多了。不过我确实也没见过男人跳儿童舞。不过我想，你一定是个好父亲。 我叫什么名字？哪个部门的？我姓廖，廖嫣然。以前做销售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咱们不是在网上聊过吗？陈总，你是陈总啊？啊，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家挺远的，我坐末班车回去就可以了，很方便的。那好吧，明天早点来上班。啊，好。 嫣然，西红柿鸡蛋啊，够贤惠的呀。那什么，回头给我盛点啊。中午啊，放微波炉里热一下，别太久，一分钟热就行。放心吧，啊。给。那我走了。 你就这么走了？林姐，你在等谁呢？啊，我谁也没等，我等电梯呢。哎，嫣然，听说你教陈亮跳舞啊？啊，只是碰巧的。我可提醒你啊，离他远点。为什么呀？他特别色。 会吧，你还别不信，看着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，实际啊，全是假象。我操！廖姐，陈总正找你呢。你快去啊，都找你好几次了，肯定有事儿。好。林姐，想喝点什么？喝什么喝呀？你过来。 你干嘛对那廖嫣然那么热情啊？你是不是主管位置不想当了？林姐，我不是看你对她挺好的吗？所以，我对她好那是我的事儿，你就自掘坟墓吧你。切，难怪嫁不出去。
哎呀，没想到你教我女儿这个舞蹈还真的串锁的第一，我难得看到她那么高兴的笑脸。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眼神啊，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没什么。跟见了恐怖分子似的。别想那么多，表达一下心意，谢谢。拿着。没打扰你吧？打扰我什么呀？陈总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好。这丫头，怎么变得怪怪的？小地方来的人就这样。哎，听说你跟点点那舞蹈在幼儿园获了第一名，点点高兴吧？高兴，当然高兴。换茶叶了？你前几天不是查出脂肪肝吗？这茶能消脂。是吗？嗯。哎，对了，嗯。我觉着这廖嫣然可以往销售主管上培养。哦，是吗？那其他销售能服气吗？这刚来没几天的。有什么服气不服气？他不是刚来就签了一单业务吗？哪儿啊？那是我带他签的。哎呦，那你眼光还挺准的，以后好好带啊。那我试试吧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家那保姆又辞工了，待会儿我去幼儿园接点点吧。不用，今天晚上我没有应酬，我自己去吧。他给了我一份礼物，表示谢意，我没要他就会生气啊？不会吧，这么容易生气？你想想啊，他要是不生气，他能这么刁难你啊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天成集团啊，咱们所有的销售都去过，全都是无功而返。你刚进这一行又没有经验，挺难的。我试试吧，不过要是我拿不了这单生意，那会怎么样啊？那还用问吗？肯定让你走人呢。我明白了。宝强，咱是药业那午餐盒饭，我们谈起来。你干嘛盯这家公司不放？这不是给你增加销售吗？哎，再说，挣钱你还不高兴啊？还得给他们做中餐，麻烦着呢。哎，我有一兄弟，爱了一个女孩20多年了，最近这女孩去陈氏药业上班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是打算给那个女孩专门做最美丽的午餐？行，年轻人就是会浪漫。对了，总管，你千万别说这午餐盒是我负责的啊！咱们为了拿下这家大公司，那可是生生的便宜了5毛钱，那可是虎口拔牙。我保证，我以后一定努力工作。咱们那条件，别忘了啊！3个月没有奖金，咱俩白纸黑字都落下。哎，你放心吧，跑不了。哎呦，赶紧的啊！快到饭点了。哎，我换身衣服就送去啊。哎，我的饭，两盒。两盒你吃得了吗？我给那个给他带。啊，哎，3盒。啊？不，那个我们公司最近买一赠一。还有汤，还有汤，还有汤，还有汤。谢谢。谢谢。廖姐吃饭了，哎，你尝尝咱们公司新换的素餐店，没准味道挺不错的。谢谢啊。
小的味道跟我家乡的一样哎，说不定这厨师还是我老乡呢。子贤这小子还挺会使招。同志，领号，领号派。一会儿我该走了。哎，王浩。小李，你这去哪儿啊？我回家了。这就怎么了？一切都结束了。来来，我帮你。别！你们俩记住了，千万得加油，知道吗？哎呦！哎，来吧，我帮你。哎，谢了。哎，哎呦！想什么呢？哦，没想什么。我在想，其实有的时候，挺一挺也就过去了。嫣然，你相信明天会更好吗？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呀？哦，没有，我不累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今天周末呀。哦，这两天诊所很忙，需要我加班。拜拜。哎，那吃完饭再走吧。不了。路上我随便买点吃的就行了啊，拜拜。